这个月我在做什么？先处理各种情绪，无法接触外界的事物与话题，忏悔、反省、后悔、反思。渐渐的，慢慢的，我敢去倒垃圾，分担家务，然后只出外三次，尽量不与外人接触。老婆放下一切陪我，闷坏了吧？她说没关系，她爱我。她在医院代表出面露脸后，也停止对外发声，并暂停社群更新，所有该推动的公事停摆，既定的工作连带终止，包括产后，她重新开始艺术创作，筹备一年多的个展，箭在弦上，如期开幕，但也取消记者会与座谈会，推辞戏剧拍摄等等等。何其无辜！我希望他可以赶快重启他自己对外的精彩人生，恳求各位体谅支持他。对不起，葛如，我只能用捡来的余生好好弥补我美丽、善良、勇敢、善解人意又无敌坚强的妻子。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，这辈子我也要好好修，学习他，跟随他，多用高我判断事情。但6月19那天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要了。我一心决意，我没资格拥有爱与其他，只能以消失来谢罪。后来我跟老婆说，我当然懂孩子还小及你的爱，但那天我想的是，孩子现在记忆不多，可重来，你也年轻，能重来。而我重来很难，像20几年前野心勃勃奋发图强，况且我好不容易爬起来变近10年的黄子佼2.0了，未来我没那个脸与力气，爬不动了，年纪大了，还有几个20年。突然听到太太撞击木门呼唤我的片段声音，过一回我被缝合伤口的疼痛给间歇痛醒，但也不是真的清醒。接着我感觉到救护车快速又颠簸的奔驰，路程好长，去哪？迷蒙之间一直有很近距离的警笛声，通常都是远处传来的，这次好刺耳，好大声。6月19傍晚，我才真正的醒来，但还没有恢复说话能力与思考的速度，行动也缓慢，跟许多影视作品所演的一样，我当时过度情绪化，无法拼凑现实，只有极不清楚，无意识回忆。接着我哭泣，看着我的太太，我跟她说了第一句话是，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对他而言没有为什么，对我而言一言难尽，但为什么要救我？仿佛是某种天意，6月19早上10点多，我当时对我自己所做的动作果决又残酷，但事后一想，因为某些状况容我保留，似乎没达成预期的结果，然后昏去。在之前我还先上网查了一下，没想到依然失准。太太貌似产生了心电感应，中午根本没有看录出影片的她，突然匆匆忙忙离开会议，然后找到不在家的我。她事后说，当天她用蛮力破门，稍作检查后冷静通报，接着在我耳边呼唤我。我隐约都有听到一点，场景似假还真。遇到耿如的近10年来，不知道他给了我什么力量，删除了我很多要不得的劣根性。于公于私不可能完美无瑕，沿路一定也还有脾气破表，但我整个人应该有不断进化，做中学，错中学，做人处事更良善，都造成板块移动了吧。所以有些人此刻才愿意给我机会，给我爱，再次谢谢你。明天是他的生日，真的永生难忘了。我真的太对不起他，除了影响他对外的发声，对内也无法完整照顾好彼此。所以今天除了是重生满1个月，也是玉米1岁2个月，还是他生日前夕，我一定要再次稳稳地出现。生日快乐，未来许诺打造更好的老公玉米爸，是我现在仅能给你的礼物。有些事情几十年来都没对任何人提起，有些影片没说的其他事，我则是后来才补充释放给太太，才得以消化。那个临界点一到，
我再也无法隔着伤疤置之不理。有些故事不是我亲身经历，而是不小心得知的，有些故事是年少轻狂恋爱时的相关片段，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。时至今日，我在此也要郑重对当天影片内所提到的人事物说一声抱歉。过去几年我所做的事，随着关注度变高，其实也都是在全民监督下行进的，包括老公、爸爸、艺人等身份角色。做得还可以吗？请继续监督我。地球人，祈愿各自安好，各自认回自己的对错故事。人与人之间必须有更多尊重而非荒唐，然后勇于承担，身心灵健康地往前迈进。我黄子佼 3.0 会带着手头上所剩无几的爱行进，那些曾经拥有的荣耀已成灰烬，但我会牢牢记着，转化成燃料，筚路蓝缕。不过度盼望，但求修好余生。